我今天去垦丁，现在这种时间我去垦丁，我觉得我是不是起痟啊？我希望去垦丁会是好天气，可以潜水吧。但你现在想潜水吗？现在其实我不想潜水，我想要回家。真的有点冷。我们预计8点会到屏东，现在我觉得有点热。屏东就是爱情啊，那肤色真的有像屏东人呢。带你来吃早顿，行行，走。找份小碗的一个大碗。这个西瓜要几个地位？它的辣碗很像不太一样。没有在录啦。有人在录啊。我先帮你尝试。加辣吗？好吃啊。我觉得它主要很像在推销它的皮，它皮比较多。花桂味道。你看现在9:30而已，它每一家都有开。对，它是做24小时的。没有吧？它是中午就休息了，是不是？这一间，今天大概1-2点。好棒！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晒到太阳了。这样感觉就想潜水了，不然台北那样真的是不行。没啊。组装完毕。我们现在下水，再看一下。现在怎么样？里面人是这样，你在拍照？他在海里拉这个、哦。对啊。认真。认真啊！不然带来，不然带干嘛？海底耶。对啊。哇，那好 man 哦。好 man。好 man。不是好娘吗？我会不会先讲好？等一下我们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打算怎么弄？就拉拍下去再说。下去再说。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下面的状况。对啊。你干嘛？怎么拍？二楼三间房间都我们使用，非常。可是我们现在肚子非常饿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！敲个杯子好，敲敲杯啊！庆祝我们这次潜旅顺利，元旦快乐，元旦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结果你们不能进房间。对啊，要死呆。靠配重下去。靠什么啦？什么靠配重啊？海里应该也是，就是靠那个配重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是很晚起来的人吗？钥匙插在门上，我好像录了。这样，我没有拔、啊，怎么那么好笑呢？还是因为这样锁不起。吃今天早餐。嗯，贝贝还没起来，也要起来。
自己做自己的事啊。你要检查呀。三哥，不用做太细，做太细了。太细了，太细了。太细了，因为那个草可能看不到。对对对，太细了。干，那我去搬一个树来，搬个盆栽来，不就？那就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再讲话好了，可以啊。小巴厘岛，对啊，小巴厘岛，我看不过。好，巴厘岛。巴厘岛那么大，很多地方你去过的。今天上面的浪我感觉有点点大，不知道会不会头晕，但是中间的部分没有浪，比较平。希望今天可以潜久一点点，不要一上下就头晕。我说这里的下水的地方，在水下穿蛙水、啊，可能不太好。我终究抵不住那种大浪的那种海况，再下去都还没有浅我就上来了，干是的，不行啊！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想说有点不舒服，那回头看那个路又很远，然后想说如果多待，等一下我可能连上来的力气都没有，所以我才想说我还先上来好了，不能。到时候会连累到大家，晕船药也吃了也没有用。可是今天浪真的太大了，丢三下我就快差不多没力气了。回民宿吃东西。我们要去吃那家锅烧面。哎呦，我下午真的不会想要钱。好，那就不要。我想要舒服一点。可以，我是可以，对啊。这有沙茶呢，锅烧面本来就这样啊。这网咖的感觉啊，网咖。OK。不要说，被我女朋友咬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家暴，他属狗。你们这么激烈啊？他抱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咬我一下，他爽。这样子咬，对，这样子咬，对，他就说他爽。你想探讨他爽的时候咬你？他爽的时候咬你的是不是？那很爽哦。那真的超爽。怎么会歪楼了？对，小鱼是不是给坏了吗？不是，他可能憋太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单身太久了。有火要在，刚好是我们民宿的早餐供应商明天的早餐，试试的全部换掉，换成我们自己想要吃的，不差价就好。我的是坏蛋饼。这是我的蛋糕。把你吃掉啊！你帮我吃掉哦。宵夜账。小野餐，谢谢，谢谢教练。你能不能下去？教练，这个浪我们可以下吗？这个浪我们应该没办法哎。这浪太大了。那先潜水哪？他们决定要去早上那边潜水，这边浪太大不去了。那教练要带我们出去吗？没有，带你到那边就好了。没有退路了。刚黑猫说要不要先去看一下浪，我说不行，都已经来了，一定要下。
哎、欸，他真的没有浪、欸，今天都没浪哎、欸，朵拉在催你们了，快点啊！他们在用腰带，他们在考虑要不要下。那、啊、朵拉要干掉人了，你们还在那边考虑？他们考虑不下了，他们觉得可能不要下了。朵拉在等挖到、啊，他们突然觉得不想下了。我比较理解我的面筋。认识他了呀？有比较理解了。好，可以 go。谢谢。这边再这边压一下这边。我们去买恒春烤鸭。哦。晚上就吃烤鸭。吃烤鸭。吃。帅。恒春烤鸭这一只全套490块。现在在地人介绍的，应该会不错。啊。Thank you。这个烧鸭是我们晚上的宵夜。好了，再回去找他们，他们还在那边潜水。来，干脆呢？出海了。嘉玲在忙什么？嘉玲都不动在那边。我放到头。什么放到头？潜太深了。下去又懂，这么厉害啊！他们说你尿尿袋都可以点，还是说他们不看了？好，好，我来呢。走啦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慢慢聊。好。然后先去洗澡，先回去洗澡，冲一冲。好。好好好。浅个松个，松个。有没有后悔你没有下来？没关系，我在这边照顾你们，责任非常重大。皮比较有油脂，然后我们士林那边的是比较脆。对。就是它，太郎平价日式平价料理。哇，好贵呀、哦！这等一下我们要去吃这个吗？哦、不要找我签名。等一下我们要去吃这个。好啊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好，你们先进去坐。Go。哎，贝贝，你一个人看三个女生换衣服啊？对啊，她在这边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被这个套我就死定了。哎，赞呢哦。你刚刚都没穿呢、欸。然后她一个人坐在那边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看呢、欸。好美味，是这么重。从这个庙旁边这样子，这条路这样子开进来，从这边走进去，就是我们的香蕉甜点。对吗？我今天吃了兔子的，我昨天是吃澎湖的，然后绿岛的酥。你跟谁去澎湖？你？我跟你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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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这一趟旅程又小白兔不知道。哎，小白兔不知道会比较厉害。我今天一样跟他吃一样的东西。可是他都有吐哎。可是看谁先离开啊？可是他昨天下去。你们都是一起离开。不是谁先离开？对，看谁先开口。谁先开口？对。
做这个？对啊，买一送一啊。对，是可爱，而且我们都选一样同一组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说有大有小、啊。你看他的是红的，我是黑的，我的是这个。耶、yeah。操、yeah ，他都送，原本是一个350。原本只有这个，对，再送一个。对。要弹吗？这种啊？需不需要弹？弹，不用。没有哎、欸，他还蛮干抽的。他就直接说你们去选一个。送你们。他直接抽上来给我们。啊、因为你在那一直尬聊，所以他想说就送给你们好了。大户在后面，而且我们都刚好嘉玲花了1000多块。哦，就是有一个，你们这是一个有编的，然后盖一个没有编的给你们。对对对。哎、欸、，vlog 结束了，3天2夜，拜拜。拜拜。哎、欸，期待再相见了。剩下哎、欸，剩下是明年是不是？今年最后一天。这几天了，你要怎样？三月是3月吗？我们再快也是到1月1号。vlog 结束，拜拜。